人之日，君臣之礼何灭？众卿家平身。外妃，我宝点解仲未出嚟呢？佢喺寝宫着紧衫啊嘛。现在群臣都经已到齐，咁你入去同佢出嚟咧。臣妾告退。好。哎呀，我着件衫使乜咁多人服侍我啫？殿下爷，你系一国嘅储君嚟，梗系应该咁多人服侍你先啱噶嘛。我而家只手跛啊，我自己都识着啊。殿下爷，唔好乱讲说话，今日系你生日啊嘛，唔好乱讲嘢，知道吗？系咯，李父王仲使人起咗锁琼花楼送俾你，作为你生日嘅礼物噶。我唔中意啊。点解啊？系好大间噶噃。大家又点啊？嘥钱，我都见过啦。嗰啲单只鸡人啊，行慢一步啫，嗰、那个嘢喺后边，咦咁跌我噶，背脊即刻流血啦。西宫母后嚟啦！西宫母后，王爷，你喺度讲古啊？讲你个老公，即是我个父王。你讲你父王啊？唔好啊！你父王咁正你，你唔好讲佢啊！佢唔啱我咪讲。佢点样唔啱啊？嗱，我咁细个生日，佢喺咁大间琼花楼俾我，咁就唔啱啦。王爷。你父王咁做都系宠爱你啫，点会唔啱至得噶？宠爱都唔啱啫，呢个点样至啱啊？王爷，古语都有云：国家打扫门前雪。你咁细老哥，点会理到出边咁多事嘅啫？东宫母后话噶。佢话咩啊？国语就民为本，做皇帝点可以唔理啲百姓噶？百姓啊，老容易问。系生你噶嘛？咁东宫母后够锡我，王子又够锡我。总言之，我唔喜欢我亲生仔同人哋好，我以后唔准你见佢啊。咁唔去见佢咪唔去啦？系咯，咁就系乖仔噶嘛，咁咪锡晒你啦。嗱，而家琼花楼上边好多文武百官嚟贺你嘅生日啦，你既然着好晒衫，着得咁齐整咁靓，我同埋你一齐去啦，嚟。做咩你？头痛屎急啊！你真系多事噶啦，姨娘，你服侍佢啦。我而家去先，一阵间你好嚟咯噃吓。殿下爷，你腹仔痛啊？唔系，我呃佢啫嘛。嗱，我话俾你哋听啊，我而家咧就东宫母后嗰边，你哋唔好话撇飞啊。得啦。皇帝，做咩啲长条嘴仔啊？边个激嬲你啊？收工冇漏咯。西宫母后点激嬲你啊？嗱，我着件衫啫，咁佢又要几个太监几个官我，咁嚟同我着。嗱，今日我牛啫，父王送咁大间琼花楼俾我，
王者，你话边个啱，边个唔啱咧？都系父王啊！劳民伤财咁起座咁大一瓶花楼，送俾个咁细嫂哥做生日，谂落都系父王唔啱嘅。嗱，王者，你都话父王唔啱啊嘛？我猪长条嘴，咪就为咗咁咯。王爷，唔做得咁噶。开讲都有话，神不说君非，子不谈父过。你阿父王系一国之君，佢所做嘅事。又点到你哋做仔女就话佢唔啱？咁又唔系啦，母后。纵然系做事有过失，但系都唔容许你哋做仔女嘅，背后对佢谈长道短噶噃，知道吗？王爷，嗱，今日系你生日啦，好多文武百官都赶嚟庆祝你啦，咁一阵间你出到去，咪咁啫，要欢天喜地笑笑口咁先至好啊！我见到你就做欢喜啦，我真心恭喜下啦。又是咁讲，西宫母后系生你出嚟噶嘛，你点可以嬲佢嘅啫？好啦，大家着起衫啦，嗱，咁我同你两个出去咧。就俾主上听咧，呢都系关乎国事之一嚟噶。主上，奉旨离京，陈国远近乡所见，周王前各地也军礼，臣且见无依无食，见谁怜？黑盖满街，城朝变。
卿家所就，未免言之过甚啦。父王之政，岂可言？宋爱万民，无不典。何来暴政，莫胡言？方今四海庆升平，切勿造谣。句句都是真的。父王都不知道你是小哥会知当知道你知道吗？你跟大王东墙去吗？又怎知道吗？准你多嘴，或是只有父王来主事，你年龄幼稚，莫多言。王儿，西宫母后是讲得啱嘅，细老哥唔好咁多嘴啊，唔系就冇人锡你啫，知道吗？哎哟，细老哥唔孝敬亲生老母，会雷公劈噶。系咯系咯，细老哥要乖，至多人锡噶。嗯，子常啊，臣妾刚才令夏将军所就，民间有此痛苦，请主上你允许，臣妾每月着索望之日，往民间施赠，以解民忧，感恩不尽啊！子常，娘娘所言非常高见，微臣愿陪前往，以便补驾。好，孤王准就。日落啊，吩咐御厨上宴。各位同僚，王爷，殿下爷今日华诞良辰，我哋大家如祝贺一杯。
我就根深蒂固。如果你话俾佢接近得佢多呢，一旦好咗感情，对你都不利嘅。爹，你唔知嘅啦，我曾经三番四次咁话过佢，制止佢，叫佢唔好成日去东宫噶啦，但系佢偏偏唔听我嘅说话。嗱，即系好似今日换衫咁，佢点都想计仔嚟骗走咗我。佢分尾十日走去见下个东宫，佢得自然嘅。系。收尾喺琼花楼上边，见佢拖住我个仔，你估我好安乐嘅咩？嗯。有时仲激死我啊！点？三更半夜瞓唔着咧，都要去见下个东宫，佢得安乐嘅，然后先翻嚟瞓啊。哦。咁夜嘅都仲去？点知佢啊？阿爹，我哋嘅事都系听日再倾啦。好啊。而家翻去寝宫睇佢喺唔喺度。如果佢唔喺度咧，哼，我点都要打到个手掌底起泡。家姐，细佬哥打唔系办法噶噃，要慢慢教噶噃。系。我唔会噶啦。咁啊，走先啦。系啊。有雞啊，師傅！有雞添啊！我唔食住啦，等下先。你兩單嘢咁嘢嚟，我知道做乜嘢？梗係後翻三兩台咩？梗係啦。係啦，咁啊攞把劍，你先。Bye.
師傅，如果你做了官，咁咪時時見到我哋，唔使我哋咁辛苦揾你先至學到功夫啊嘛。係啦，做官好啊。係啦，做官。唉，咪啦，你哋唔知噶啦，做官根本師傅唔想做官，可以講話做慣乞兒懶做官，你知嘛？做官好辛苦啊嘛，又要三跪九叩，啊，師傅又唔叩慣頭啲人嘅，啊，寧願人叩頭啲我得咧，係咪？唉，我唔做官。師傅，嚇，既然你做慣乞兒懶做官，我都唔敢勉強你啊。師傅，你唔想做官，要黑。是做黑啲啊！系啊，咁啱晒。点啊？我哋听日母后咧。母，你母后做咩？哦，听日母后喺个施济亭度赈济啲穷人，你听日叫埋啲手足去啊！赈济啲穷人？系啊。施济亭。俾我先啦，啊，俾我先，啊。你哋唔使爭啊，各位鬼叔，因為而家咧嚇，阿娘娘一定係母兒天下，仁慈嚟到施濟俾你哋嘅，我哋啲兄弟啊，應該個個要走啊，秩序最好啊，一個對一個，一個對一個。啊，大哥。叫他们以后每天这个时间请他们到来这里两位呢，遵命，多谢两位。各位留意，各位留意，由今日起每一天这个时候都有米派给你们的。师傅，我有几件事情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殿下公子自从拜了你为师之后，真蒙你悉心教导，我实在非常咁感激啦。咩？为什么你自己愿入朝做官？做官啊，娘娘，你知啦，我哋正系出身贫寒，而且学识又无多，点样做得官又唔识得朝廷嘅礼仪，都系做惯乞儿懒做官啦。所以我咁才选择直接较为自由一点。非常咁感激啦！唉，咩娘娘你太客气，都
度讲起呢两个十蚊仔呢，亦都相当聪明。我每逢指点佢边一路公公呢，佢真真正正过目不忘。我就玩阵先啦。亮亮，微臣认为你咁样派米系唔系一个长久嘅办法嚟嘅？你睇下，万民痛苦，你哋只可治标，不能治本嘅。系嘅，夏将军，咁你认为哀家点样做法先系适当？天地哀鸿，真惨痛，子之散尽，未一为公。杯水车薪也难制中，应从彻底救啊贫穷。人间困难挨几啊冬，互相米粮翻身烧未通，面薄身之无，大用啊恨无粮烹。片堪间中，大可以移民开垦，报成功，彼得间者有田，人有用，民丰物富，国昌隆。是嘅，你讲得非常合理，但未知何地荒田最多呢？冚家，微臣曾经估好张地图啦，啊，天亮咧，你参与啦，好啦。山济贫困，相信放好愉快啊！系，臣妾代表主上救济贫民，一切都颇为顺利，所以我内心好快慰。哼，你都算好胆啊！假借山珍惠贫民，
其实全心有作用。你同夏仲勋都出力斗气啊，平中同蜜语，谈笑两情浓。神传不轨，天地也难容。子尚，呢啲都系你误会嘅啫，我相信冇呢啲咁嘅事嘅。哈，乜点解你净系帮住佢嘅咧？咁娘娘好人即系好人啊嘛。点好啊？子尚，方才三番四次我劝过你嘅啦，而家听佢哋咁讲，都系你误会嘅啫。系噃。呢啲都系孤王暴雨一时嘅心急，只有产生呢种误会。子托，孤王相信你都唔系咁嘅人，大家饮杯，当作孤王谢罪。子尚，我唔敢，但得子尚你明白，我个心就好安乐啦。今日因为山镇嘅事情，我精神有啲劳顿，同时我又唔小心，我亲咗只脚。我想翻嚟寝宫休息一下啫嘛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同埋王姨入去休息咧。啊，臣妾告退。谢父王。谢。子尚，夏将军保护娘娘，不离左右，可见忠心护主。现在边疆地带不时有胡寇侵袭，何不派夏将军前往防卫呢？派佢去镇守边疆。系啦，外妃，边疆乃系九反之地二噃。咁除咗夏将军一人，边个仲能担当重任啊？系噃，一言惊醒夏将军，为王命你镇守边疆。主上有命，微臣虽赴汤蹈火，亦在所不辞。我仲多谢娘娘你个好举荐，夏将军。你既忠心于东宫娘娘，对于哀家嘅提点，你应该要俾些少薄面啦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我知边个系九反之地，我呢一次前去，九死都未有一生嘅。恭喜，子尚，我哋再饮个杯啦。仲饮啊？系点啦？孤王都酒兴阑珊。欲想回宫休息啦，子尚，你回宫先，我会翻去嘅啦。人嚟，带扶子尚回宫讨睡啦。行先，行先，摆架，摆架，摆架。得啦，你回宫先啦，子尚。照方才咁嘅情景，主上都系尊重娘娘多过我。好，即刻去揾我爹，马上决定我计划。点啊？点点点啊？点啊？个五翼仔咧？瞓咗晏觉。瞓咗晏觉？咦？头先我咪见东宫娘娘同埋佢一齐走嘅。东宫娘娘一向都用公心计噶嘛。放咗佢俾你睇见佢，拖咗佢翻去，点会话牵惹佢嘅？佢氹都氹到佢不嚟，瞓晏觉啊嘛。系啦，睇你闷闷不乐，到底你有咩心事啊？阿爹，啊，我谂落主上都系尊重东宫多过我啲嘅。嗯。如果要完成我的计划，点呢？哼，
我一定要拔佢眼中钉。冇啊！但系我哋要想个办法，睇下点样害死佢，而唔留痕迹嘅咧。毒死佢啦！喂，毒死都有痕迹噶喎！你有办法冇啊？冇啊，等我嚟啊！我有办法，我曾经想过啦。我决定今晚四更时分，派人去放火烧咗佢间菩提正院。高见啊！不过要揾一个心腹人至得噶。家姐，打虎不离亲兄弟，家姐嘅荣耀亦即系我哋嘅荣耀啫。我负责。好，咁我一于决定，你小心啊！今晚四更喎。得得，小心。我而家仲要应酬个温宾先，记得嚟啦吓。有冇慣親啊？冇，冇嚇，冇嚇。或者你哋兩個走啦。真係傻噶啦！走去邊啊？嚇？做咩咁啫？你哋兩個走啦。做咩事走啫？細個母校要燒死你哋兩個。你個傻仔啊！又唔先立亂講嘢啊！唔係亂講噶，母校，我親耳聽見。西姑母后举仔喺树上商量，佢话今晚要烧死你哋两个噶。妹姐，西姑母后对我咁好，时时又咁尊重我，嗱，好似今日响琼花楼咁，你阿父王责备我，都系佢同我讲人情啫嘛，咁佢点会放火烧死我啫？母后，咁又唔系啦，你又点知西姑母后唔会对你不理呢？开讲都有话，知人口面不知心啊嘛。多事干啦，都话咗子不谈父过啦。你哋做儿女嘅，唔应该立乱咁讲尊长噶。王爷，我讲俾你听，你要记住啊。西宫母后系生你噶嘛，咁做仔女，成日咁立乱讲阿妈啲唔好处，好大罪噶噃。母后，我明知你唔信佢啦。不过我是心急先来告诉你的。真是曳。王姐，你的。一个母后，一个我的。啊，母后，送了给我啊。送给你？是。给你戴下都好，横掂都是定经的嘛。你去做什么？翻过去了。那你都不信了，我不走。
你睇下，笑笑。